来看看这个地洞长不长，10米，今天晚上要搞大餐。走。两个，这两个放一下。3个。10个。放了7块糠饼哦，这一个笼子。好了，好了。10米长龙哎，来，我们两个一进嘛，来，一，等好了啊，好，一，二，要混风的，混风的，听没？混风，是什么风？口子旁边的，哎，来，一，二，OK， 哎呀。经过一个晚上的等待，来收鱼了。真的不好的。上不好。谁不打？哎呀，不多。怕的上。啊？又吃不到。我怕。来切，有我们来走。哎呀，10米长龙啊，出水了，10米长龙。这么的说，有风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在孔？这个网太粗了，这个孔太大了。是不是跑了7天、啊、对，这个你看这个鱼全部都往外面在跑，要不他们往里面钻，这个小鱼都往里面塞的钻的这个情况、啊、还给你，还给是呗，我不要了。